今天花了8块钱买了头排骨，走回家去把糕点吃了的。我们哥你咋在这儿啊？我在这个等你好久了。等我干啥子嘛？等你的排骨。你这个好吃鬼，瘦得跟个排骨一样，还等我的排骨。嘿嘿，请你俩这就咋个了啊？等会儿你就晓得，你先去抱点柴来。好的。排骨在三节，吃起才饱口。把它清洗干净。给他们做个全身按摩，我没关烧火哟。要得。排骨下油锅，榨汁金黄，捞出备用。切点姜片，切点蒜瓣，切点葱头。锅中下底油，下入老冰糖，翻泡倒入排骨，倒入一瓢长江水，葱姜蒜，香料，来点老陈醋。来点猫猫盐，小火等待30分钟，给它摆个盘。哇，很香哦！你这个是好吃块，还就可以吃了。来点芝麻点缀一下，开整。冬梅官，你咋晓得今天我要弄排骨吃？我叔叔是卖肉的。他给你讲讲。嗯。倒杯小酒喝。来，诺子，我们干一个。拿去。哎呀，这就无了。真好吃。快吃，那就多吃点。嗯。我是球妹，喜欢我的给我个小红心哦。人家明天吃啥子？明天，明天再说。